大家好，今天要分享的是小朋友的最爱蜂蜜玉米片。首先将100克的无盐黄油放入锅中，加入5汤匙白糖，和2汤匙蜂蜜，用中火加热至黄油和糖融化，把160克的玉米片放入锅中，拌炒均匀，120克烘烤过的杏仁片，100克葡萄干，拌匀，再放入半茶匙盐，拌匀后就可以关火，然后放入纸杯中，摆在烤盘上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里烘烤180摄氏度5分钟，香脆的蜂蜜玉米片就做好了。谢谢收看，新年快乐。